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下午好。大家中午好。强哥介绍，他今天是一个。今日做个潮州，又系潮州菜嚟嘅。哎呀、啊！潮州人真系家，真系家乡菜嚟嘅呢啲。啊，佢叫做鱼漂焖大白菜。鱼漂焖大白菜。对对 对, 对。稍等一下，那么大家应该都有一个问号吧？那么我们即将开业了吧？对。对吗？那我们也没有这么多时间，就是在这边现场直播分享我们的。强哥这个小心意就是他的菜是分享给你们，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了，我们会一个礼拜播两次，对吗？对，我们这一次改的时间，我们会改在可能在晚上9点钟了。哦，强哥，我们不在下午播了，因为我们下午是比较忙，都没空，没办法每天再播了。好，所以这一块你们就敬请原谅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人手不够啊。对对，人手不够，我们现在都要去现场，都要自己叫做了哈。那么哪两天呢？我们会到时候再公布了，公布给你们知道。好，到时候敬请关注晚上9点钟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那么强哥就继续教那个你的菜。咁我先介绍下材料啦。呢个大白菜咧，就咁切长型得噶，大白菜啊，就咁切长型得噶，大白菜。大白菜啊，呢就少咗腩肉，腩肉。肥少少都唔怕噶呢啲，少虾米啦，虾米，虾米啊，虾米，少少红辣椒啦，红辣椒。如果食得辣嘅朋友可以落嗰个大嘅辣椒都唔紧啊，个紫天椒都唔紧要，少少芹菜。芹菜系啦。Sherry 你好，谢谢。跟住加另外鱼苗啦，鱼苗，鱼苗，鱼苗。鱼苗跟花椒是不一样啊，朋友们，你们要记得吗？鱼苗系炸过嘅，系炸过嘅。是的。佢嗰个鱼肚会比较差少少嘅啲鱼嚟嘅。是的。比较佢又炸过啦。鱼苗呢？鱼苗就是这样子，来朋友，来。爸爸们看看我们的鱼苗，这个就叫鱼苗啊。OK 啊，鱼花椒是花椒，好、不一样。花椒是没有炸的，没有发，没有炸的哈，没有发水的哈。对，而且是 QQ 的感觉，咬下去哈。我们先开始来，我的大白菜，大白菜先拖拖水先，大白菜。我的大白菜啊，同埋嗰个鱼苗啊，我哋都要拖水嘅，系，因为鱼苗啊，佢。佢炸咗之後啊，唔知要擺幾耐，始終有啲油啲味啊。一羹鹽落去，一羹鹽。好，一羹鹽。啊，落少少油。哦，這是要拖煎白菜是嗎？係啦，對。啊，我哋要拖拖佢先。這個為什麼要下鹽跟那一個油呢？因為就是給第一呢，就給它有味道，對嗎，強哥？啊，俾佢有啲味底啊。味道底哈，而且。放油是因为给它亮，对吗？对，没有给它颜色这么死。啊、OK， 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放这一个。所以佢咧大白菜咧就系冇咁多，即系起码劈咗嗰堆，即系嗰堆啊豆浆味啊。对对。啊。九种啲嗰啲即系菜味啊，即系嗰啲。菜味啊。嗰啲豆浆味啊，所以我哋多多水佢先。好。我哋今日都系用一个砂煲嚟。嚟做嘅，哦，也是拿砂煲分对吗？砂煲一个砂煲，细嘅砂煲就得噶啦。我拖个水佢 ，OK， 拖水佢先，啊 ，OK， 砌落砂煲度先 ，OK， 来，我今日看，睇到 ，OK， 隔咗水之后啊，我哋咁摆落去 ，OK， 摆落呢个袋肉，肉，咁頭先我哋撒翻出啲水啊！我哋一樣撒翻呢個魚苗。哦，魚苗。嗯，記住啊，因為魚苗啊，因為佢炸過啊，佢會有好重嘅啊，好重嘅油益味。對。所以我哋一定要飛水，飛水跟住倒啲白醋落去。哦，白醋。啊，即係白醋啊，劈咗佢啲嗰啲。那個減水嘅，你不是減水？嗰個油益啊。油益嘅味道。油益同埋落啲白醋啊，佢會冇即係。总之鱼票就好像很腥，减下啲油啊，很腥味鱼啊，味精系佢啲啊咩油益味啦，同埋佢本身有一个海嗰、那个腥味啊，系啦系啦，嗰个腥味，加少白醋落去啊，添加个腥味，杀一杀佢，嗯，鱼票咧买翻嚟咧就即系而家鱼票咧就好普遍好多嘅，系咪？几十蚊一 kilo 又有，几百蚊一 kilo 又有啊。我哋强哥，他这种跟猪皮很像哦。唔系，呢个系鱼，真系鱼个肚嚟嘅。哦，那也是叫猪皮吗？
不是猪皮。现在叫做猪皮也是这个，我好像刚刚不是这个吧？猪皮买小白的。是了是了是了，对，其实啊，对大家一定有白点乌龙。其实啊，炸鱼条跟猪那个炸那个肚那个猪皮是不一样啊，别摆乌龙，别摆乌龙啊。OK 呀，所以要必须要知道。这个呢就是，系咪三加分钟都唔怕？嗯。OK， 我哋杀完捞起佢。OK， 兜一兜佢。水我哋唔会啦，我少少油，因为本身腩肉有少少油嘅，佢、okay. 有少少油出嚟嘅，所以我们的油就不要放太多，不要放太多。是的，为什么呢？爆腩肉，猪肉本身有油，所以大家不要放太多油、哎、啊，慢慢爆香它。你看强哥用心来夸，我哋新加坡的猪肉啊，真系好唔肥啊，好多瘦肉啊，全部都瘦肉嚟嘅啫啊。全部瘦肉嚟噶，冇乜肥肉啊！因为新加坡的人就怕肥嘛。唔系啊，啲猪唔同啊。啊！好油得我流出。一落虾米，大家爆到差唔多噶。虾米，慢慢的爆，慢慢的爆 ，OK。因为潮州人啊，食嘢啊，佢始终都会有清淡啲嘅啊。哇！猪肉咁样油都好清淡啊，哥哥。好清淡喎、啊，大佬呢啲。来，我帮你们搅一搅它。落水。落热水啊！热水啊！记住啊！一定要落热滚水啊！我落滚水啊 ，OK。好。那就鱼条。鱼片，鱼片放埋落嚟焖。焖、okay. 下佢。下鱼片，慢慢的焖它。我哋大概喺落。蚝油。啊。差不多是半茶匙多少少的蚝油，这个就是我们吃饭的那个白汤匙啊，放汤匙就好了哈。对对对对，少少胡椒粉，胡椒粉少少，生抽落去，一汤匙的生抽啦，少少半茶匙的糖就好了。咁唔够颜色啊，我哋搭少少老抽落去，少少黑油。慢慢的，哇，这个要焖到很烂吗，强哥？唔会，就中等这样子、啊、是吗？因为佢好摆嗦味嘅，佢嗰个鱼料啊，嗦味吓，好摆入味啊。哦，入味叫嗦味 ，OK 啊，入味叫嗦味。那么烧锅焖多久呢，强哥？就慢慢够水啊。你要会细的嘛，你那个五分钟就得噶啦。因为它细掉哈，给这个鱼漂。系啦。鱼漂也会细水啊。嗯，我哋炆咗炆下，跟住全部倒晒落去煲度。OK 啦，我哋炆好咗啊，睇，全部倒晒落去大白菜嗰度。滚咗啊！我哋煲五分钟啊。多啊，陈哥。啊，滚咗啊，滚咗计五分钟。过去先。煲煮五分钟，滚再五分钟。啊，佢而家仲未滚啊，而家仲未滚。呀。等佢滚咗先。这道菜就是一个潮州菜，对，潮州菜也属于比较清淡，对吗？啊，它比较清淡的，所以只是加了那个猪肥鱼而已，就所谓的清淡。不是，因为你本身有大白菜嘛，大白菜没油是不好吃的嘛，对，所以一定要有少少肉味啊，有少少肉味它才有，如果不是，好寡啊。我们下一斤那个生粉啊，少少，啊，一斤生粉。生粉，等佢煲好咗先，我淋落去。如果未啊，佢会好水好水啊。哦，你要给它激。我哋开少少个生粉水啊。嗯，对，喝一下，叫什么打尖这样子是吗？系啦，少少。好香嗰个虾米嘅味道。对，虾米干很香很香，那个虾米干。个大白醋啊，佢系同虾米啊丝，佢系好夹嘅，啊个味道。有。差唔多噶啦。哇。这道现在滚了，嗱嗱滚啊！你看，噼啵噼啵噼啵，对，你们没看到噼啵噼啵噼啵跳？我哋落少少粉落去啊，淋落去。慢一点，没有这么水啦，对吗，强哥？对。再慢，红辣椒放少少。OK， 青红辣椒下去呀。跟住芹菜，搞定。一煲，盖，搞掂，就煲佢三十秒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一杯潮式的鱼票炆大白菜，系咪？哇！
几好嘅。咁啊，搞掂噶啦。就这样子，轻轻松松，又是一道菜。今天真的蛮轻松，坦白说，我也会，我也会煮这个，我也会煮。今日咧，我就同大家介绍一个，一个咧就系、是哦。好香哦。啊，嗰、那个系。真的好香，好香，好好香。荷兰豆炒嗰个腊味啦。荷兰豆炒腊味。系啦，荷兰豆。Okay.OK， 好。荷兰豆炒腊味。是是是，谢谢你们大家的支持。谢谢谢谢。明天下午3点正。再见。强哥好主意直播秀，我们就约在3点钟了，好不好？ Okay.